屌你老母，大家好，欢迎到绿色天台时间。喂，有一个人冇上水太，搞到好似讲嘢有啲飘飘地，唔系好识讲嘢添。今日终于呢个万众瞩目嚟到食一间呢个叫寿司郎嘅閪嘢，即系呢个由绿色天台嘅唔知个位数字集嘅时候，有人叫我食唔知第九集定第几集，有人叫我食到而家，屌你咪100多集都未能食到，你老母搞咁閪耐，终于食到啦，终于拍啦。之前拍過啲乜撚嘢之一啦，又拍過寫嗰間觀塘嗰間唔知做乜撚嘢，跟住仲有拍過爭先啦，爭啲就先嗰個。咁啊，今次追嚟拍呢個壽司郎，我都未撚食過，都係第一次嚟食。咁啊，所以真係一定要拍下片，真係食下睇下。全民中排隊排到黐撚曬四個壽司郎嘅係乜撚嘢料到？咁啊，係逐嚿逐嚿嚟啊，有啲兩嚿呢已經食撚咗一嚿，試撚咗個味，所以大概知道係咩情況啊嘛。慢慢食，慢慢講啦。呢、这個是、天婦羅蝦壽司。首先我夾起上嚟，我覺得佢啲飯比較黐，比較爛，比較腍。嗱，有人話散，有冇散啊？唔好咁激動啊！好，這個天婦羅本身是兩件的，好像12元，因為比較便宜的東西，那普通呢，但上次那集東京街串鳩我說什麼夠飯就這樣時候會一定散，我想講，係撳錯睇添，唔好意思。我食壽司郎就冇散啊，好甜，即係嗰種咁散嘅程度，我好似係好少遇過。即係食咁多間壽司鋪嚟講，我都唔知道究竟係東京街呃得鬆啦，定係其他呃得實啊？即係有請啲即係嚇專業食壽司嘅幫手講解一下，因為我對呢方面唔係咁熟。但是純粹憑我的 first impression 來說，就上次東京街那個鬆撚到傻閪咁樣，我是真的不知道怎樣吃，有點難搞。是屌你老母，是剛才得飯 high 撚到個芒，搞到個 focus 怪怪的，是不要撚你的，貼上來先。跟住我成日食埋啲好撚 cheap 嗰啲嘢嘅，啲傻閪都識嗰啲嘢。呢、這個飛魚子軍艦，軍艦你唔好同我講話咩攞嚿魚咁樣擺落去腌，你唔係腌我底，我都好撚難。咁一反啊，屌你乜成扎跌撚曬佢蟹子屌！一啖爆落去啦，好痛啊！即軍艦嚟計，即食過話好食嘅，即我好多時即由個飯或者個主菜令我會個 first impression 會覺得嗰間嘢勁定，因為只能夠話普通，即佢塊主菜唔算啲好濕濕聲嗰啲，即有少少濕氣啦，簡單嚟講，即可能佢包得唔係咁新鮮咁包咁啊，可能係爭緊啲。咁就唔查先，呢個地方慢慢玩。查，望一望，我哋嗱呢個佢嗰個就斟水嗰嚿嘢就好啲啊！屌你乜佢知佢人哋嗰啲咧，係你撳啊！你唔使理我，因為佢咁樣撳咁啊好啲啊！你乜喂？即係佢乜扭啊？呢、這個起碼二樓先唔使太大力，你之前嗰啲咧，我真係屌，嗱，佢又唔知爭先係咪啊？跟住有啲阿某氣啊，唔知乜閪嗰啲壽司店咧，要大力撳落去、呃落去嗰個咧，我真係屌你有乜食撚到，真係懷疑人生。屌而家個 focus， 我要係咁寫點，我真係好撚煩。我點樣可以撳得翻 auto focus？ 係唔撚知啊？唉，將就住啊！屌，反正啲人都話我啲片拍得差唔差，就拍得差啲。呢、這個火隻三文魚。
我覺得佢個飯真係比較黏咗少少，即係爛咗啲。我覺得正常壽司飯應該要冇咁爛，有乜咁黐碟咧？我覺得唔應該係咁。嗱，屌你有乜冇散嘅，屈鳩。上次有人說我講得太撚廢嘅廢話，這個火鳥三文魚壽司我跟你說是沒有火鳥味的，簡單來說就是裝飾得個樣子而已。大家不要經常覺得吃雞有雞味，這些 comment 是很撚廢的，有時候真的你真的吃得多一些劣食，你會發現這些 comment 有時候是很撚正路的 comment， 是應該要有的 comment。那個火鳥三文魚可能真的純粹拿個火出來辣一辣，見到它燙了算數，但是首先它的三文魚還是生的先啦。我正常平時吃開火鳥三文魚的理解應該是七成熟到的，要即是吃下去是淋身，這個是飄到三文魚那種煙韌的那種感覺。而且我火鳥味沒有啦，它出不到來那個燙燙地的味道，然後變了它又燒不夠呢，那個三文魚本身的脂肪的香味出不到呢，整件事就錯了。所以嗱，即係舊嘢唔難食，但係問題個烹調手法上係有問題嘅，同埋佢收貴咗你幾蚊嘅話咧，明顯咧成件事都係埋擺明呃鳩你錢。跟住呢個好似係我一揀我就近嘅時候，我都擺到真係亂鳩曬。呢個應該係南旗吞拿魚啊，好似係，我如果冇記錯嘅話，我唔記得係問題。即係我或者我嘗試下啦。可以咁樣樣炆嚿魚落嚟，跟住咁樣醃完，再好似有人上次係咁樣同我講噶嘛，好似可以咁樣樣咯。如果正式好似聽講係話要攞啲酸姜醃上去噶嘛，要日本嘅話，咁我做靚身嗰啲咩閪姜、蜜姜嗰啲咁，我頂撚順就唔肯玩。係啦，呢個吞拿魚味就係顏色同全部又唔撚同嗰啲啊。我唔使嗌住。咁撚奇怪咩？我識藥，我唔撚識分喎，真係。但實我係個味係吞拿魚嚟嘅喎。我望到紅色嘅咁樣，呢嚿魚唔似紅色，個碟就好撚紅啦。咪有筋喎，你有冇？啱先嗰塊冇筋。不過咁講。我唔知道長期吞拿魚喺度賣到好撚12元，即係12元有咩質素？我覺得可接受啊，兩嚿嚟講。即係佢同赤身又唔撚同啊！呢只冇咁酸我覺得，即係脂肪嚟計就低過中湯，但係高過赤身咯，感覺好似係。你嗰個醬埋。等陣慢慢條筋長，我諗住段片好撚長啫咁。不過難得唉揾到 fans 同我，揾到人幫我攞位，真係好撚俾面啊！睇段片感謝呢位觀眾先，首先就喺咁撚撲街嘅人都同我食飯啊！即係識我嘅人都屌都屌鳩我，同我出嚟食飯啲人咧見親我都係屌鳩我。啊！屌你老尾啊！咬唔撚到啊！仆你嗰間食屎！跟住睇下先，我點樣食法咧？啊，係跟住食。啊屌！我自己攞咯，喂，唔該。脾氣又唔好，亂鳩咁屌人係咪先？又唔撚認錯。呢個一睇知赤身，但係唔知我頭先一上台望落咧，我好似嗰塊好似火塊葉喺壽司度，我屌咁啊！我以為有冇叫啊！屌你老！即係啲食藥去到一個爐火純青境界啊！啊，呢個都係飲時候啊，即係初頭望好似綠色一塊葉咁樣，一塊蚊整喺上面咧，屌老母係完全標唔撚到，我仲以為叫啲乜撚嘢，咩蘆薈定乜撚嘢啊？壽司未撚見過咩嘢，我見啲赤身平時唔係咁。
啱啱藍鰭吞拿魚咧就冇咁聲嘅，呢嚿嘢入口咧個腥味就重啲嘅，不過食嗰石身都係咁啊，比較有少少酸酸地，但你又覺得個脂肪唔係好重，啱先我比較梅啲個感覺，即係淡口少少，即係冇嗰酸味咁犀，即係你會覺得我就係話石身同呢個中拖之間嗰個 feel 可能。系机一上，呢话估计应该中开，系咪？就还是呢话即系南皮吞拿鱼咧？冇理由啊！唔通我就猜错咗？屌死咯！食捻到个人都唔捻知食紧乜捻嘢，头晕晕咁样。对唔住咁多位 fans 啊！真系。呢嚿又起碼都再可以咁樣攞得到咁樣反嘅。上次嗰嚿咧唔得，我如果咁樣攞一鑊，我一散頭髮。上次嗰反氣咧唔得，我撲街喎！哇！哇！撲街啦！計上次呢個直播食飯倒菜，係直播緊嗰陣時，自己屋企食飯倒兩水兜湯，今次撲街啊！溝翻啲落嚟，豉油蛋到成身都係添，豉油人啊！呢次唔係自由人啊，係豉油人。哇！唔該，我啲係啊，不得不提啊！本身其實天堂未必需要講啲咩嘢，不過我見到我都一定講。即系咧呢个纸巾咧都系垃圾得滞，又干身又薄又唔柔软，咁索唔捻到水咁捻样，真系唉！不过屌咁嘅价位算啦，有张纸巾俾你用下，唉，当垫下都算啦，屌啦，唔可以要求咁多。即系价位比较嚟计咧，就肯定好过食羹先，暂时食落去啊。都食嗰個，應該呢個啱先食嗰個，唔係喎，應該頭先白色嗰嚿係中拖啊嘛，但又唔覺得有脂肪味。應該呢嚿先係南皮吞拿魚啊！唉，我都亂鳩曬啲唔穩定，因為佢好撚難結晶，其實咁樣嗌。嗱呢個睇個樣應該係呢個燒蛋可能燒中拖，嚟食下先。燒中菜喎，有脂肪味啊！我呢個就有火石味啊，有冇臭？係啱先我就冇啦。啱先話火石三文魚都係裝飾嚟嘅，所以成日話食川菜咧，啲人放咗一大扎辣椒，屌你老母，全部裝飾冇辣冇辣味嘅，冇辣椒味啊！唔好話冇辣味，辣椒味都冇，屌你老母真係裝飾。呢個起碼燒到有少少香味，都點翻啲樣，不過都有根。我慢慢就嚼翻條筋出嚟。唉嚇，屌咪真係一片狼藉嘅彈喺度。哎呀！啊，真係成條筋㗎，冇撚呃鳩你啊！屌，拍你食天堂就拍呢啲啊！屌咁啊，拍啲，如果唔係拍嚟拍乜嘢啊？可以，咪先就係要拍呢啲咯。你有咩？你幾可見啲人食嘢食到咁撚樣？呢個應該係燒大鍋，我睇個樣子。係 think 啲油啊，有滲緊。
第一個鞋好撚多啊，燒到個脂肪滲出嚟，唔覺得咁有個脂肪出嚟個感覺。呢、這個肉多啲，可能應該呢個先係中湯。就望咗一個食成個大湯嘅樣，嗰啲又唔咩？其實我個大湯樣都邊撚度咯？真係好撚亂啊！湯味，我先食到咁撚懷疑人生。嗯，呢嚿都係有燒過嘅味，不過真係好似燒熟嗰啲樣。正常嘅燒湯來計，隻燒湯來應該係燒到佢有個脂肪出。個香味出，但你又唔好燒到嚿肉咁撚實，佢燒到嚿肉咁撚實又真係好撚難搞。屌你有冇呢個黑色碟？係咯，頭先嗰個黑色碟啊嘛，嗰個黑色碟嗰個大拖嚟嘅，係嘛？唉，唔撚知好撚，佢整到黑金碟咁撚型嘅，屌你乜應該係貴嘢啦，照計呢個似大拖啊！哇！層口油啊，屌，有多金喎！哇！呢入口全部都係油啊，好撚滿足啊，好撚夢幻。跟住人中意食菠蘿咧，就中意食咁樣樣。不過其實一句。中拖大拖隻燒，中拖隻燒大拖都是單件，好像都三十幾元，所以都貴啊！即係如果你要食嘅話，你都因住咯嚇。啊，仲嚼緊條筋啊！等等，條筋真係好有味，同埋條筋真係好撚好正。有人話同我講話唔諗明點解魚會有筋，話魚邊度有筋？我屌鳩你！你諗下最近睇一個飲食即係整嘢食嘅節目，嗰條撚樣煮嗰條撚樣嚇，我唔開名係睇咩啦嚇？即係人哋所謂嘅國宴大師都去煮，即係整條魚。屌你咩！一嚟條魚上撚到嚟。生勾勾的時候啊，湯喂魚柳啦，嗰塊應該係嚇。屌你有咩特登要特登斬剁幾多啊？都唔係叫斬幾多，叫剁幾多剁撚斷啲筋之後先整。即係醃之前都要剁佢幾剁啊？喺度係咯，解開啲筋啊！你有冇同我講條魚冇筋啊？你真係黐鳩線。啊，暫時搞曬吞拿魚先，做一塊吞拿魚軍艦。真係，我覺得嚇、啊、去到整國宴嘅人都講嘢有少少水平啩，至少都 I think I guess 呢、這個吞拿魚腩，呢、這個真係普通啦，普通吞拿魚蓉啊，唔好意思，吞拿魚蓉軍艦係啊，12蚊貨色。普通我唔該煩，如果不是太高要求，不是吃埋啲好撚挑花嘅嘢，暫時食我覺得係做啲來可以食。只是價位嚟講，或者質素嚟講。都一定是好過爭先，真值得食嘅間。不過如果人如果屌咁樣，啲人請我食，如果我屈鳩佢，我梗係唔撚著嚟食壽司王啦，仆街！啊，好彩有吞拿魚蓉冇筋嘅，不過未食過吞拿魚蓉有筋。如果吞拿魚蓉有筋就好撚奇怪，係呢個。
油金魚，純粹因為認得到呢球魚係乜撚嘢魚，所以先嗌。我唔係好中意食油金魚，老實講，因為又係啲酸酸地嘅，點係？都是普通啦，我未食過好撚好食嘅油金魚咯。我之前聽過有啲人真係中意食油金魚嘅啫喎，屌！啲油金魚 fans， 我真係麻麻地。其實壽司嘅本身我都唔係特別中意食，即係我覺得唔抗拒可以食，但係你話壽司有咩特別好撚想食我又唔，即係拖羅你話啊。是不是我很喜歡吃呢？又不是，不過我多數都會叫的，值得吃，但是不可以吃得多的拖羅， 太肥了。特別這條油金魚有筋，有點敗的話，條魚這麼大條，你後來要找條筋就實找到的，屌你後來，但那塊有沒有筋就真的看你好不好彩。酥花就鹹了，好，謝謝，搞一下，我只興這樣。如果我自己吃壽司，正常應該我自己的話特登拿第三隻筷子來搞，不過我不順手啊，求穩期。唉，我都吃了大半，我自己叫的那些。這個是三文魚腩，有一條是不是？不是，先睡一下，是這樣的嗎？哦，不好意思， Thank you so much， 這塊就是普通三文魚，三文魚腩是貴一點點，老實說我又不覺得這個有什麼特別。入口有三文魚的脂肪香醬，普通，即係呢啲基本嘢都一定會有嘅，即係個魚嘅温度啊嗰啲，即係食落去凍㗎啦塊三文魚，咁啊如果食落去室温嗰啲又好撚驚啊！你老母你冇撚食添，食撚死你啊！試過有啲咁嘅嘢㗎。低處未算低，當你成日以為屌你咁啲嘢，我都講 comment 好撚廢，屌你咁食嗰啲好撚恐怖啲嘢，你又驚室温生物新聞魚，屌你咁點批食，我都唔知點批食，即係暖嘅咧，即係佢又唔係火炙嗰啲喎，即係就咁一塊三文魚上緊到嚟，即係你個腦裡望住條魚，覺得好似好撚多蟲咁樣樣嘅。我真的很興奮，如果看到我的樣子不是有筋的話，福氣有筋，有筋我怕這個，好像說真的這個叫三文魚腩，應該是不是想吃一分就知道了。佢呢個佢特登後面括住兩個字，唔知咩兩乜鬼啊！得，幫我查一查 menu 先。兩罐啊！我唔知乜呢個兩罐啊！知嘅歡迎啊，留言啊！你睇三文魚仲貴過三文魚腩啊！我屌啊，好撚得意喎！哇，有料啊，真係～雖然夠講三文魚腩個脂肪食落去比較冇咁有三文魚嗰種味，比較平和啲啊，應該咁樣講，比較淡啲，即係可能佢冇咁腥啦，即係似翻啲脂，即係脂魚嘅脂肪嗰種味咯。咁啊，即係睇下食邊嚿。
都真係要點評下個飯。嗱，個飯就有少少醋味啊，一定。即係如果你食落去嚿飯，你唔覺得有醋味，你會撚驚。你如果想想食壽司，你上面有魚，下面有飯，呢嚿飯係淡嘅話咧，你會覺得自己唔似食緊壽司，即係覺得嚿嘢由日本菜變咗中國菜，純粹算低檔都好撚多。即係講一下先，有至少都咁嚿飯，我而家真係攤到凍咗，我都唔知佢温度係乜撚嘢温度。但係起碼頭先食魚就咩？嚿魚又 feel 到佢凍嘅，咁你雪櫃攞出嚟咁都應該啦。啊，好得意，好得意地我嗌咗個煙燻三文魚啊！如果好少見到煙燻三文魚，首先特登嗌玩下。雖然本人咧就都頗中意食個煙燻三文魚，但我自己覺得啊，如果食壽司咧，我就唔係好 expect 會有煙燻三文魚壽司嚟出現，即係除非你好撚中意食煙燻三文魚，但我覺得煙燻三文魚同壽司嘢本身係唔好夾，個 feel 好奇怪。食落去煙有煙三文魚嗰種味啊，嗰種煙燻味，又好似好廢話。但煙三文魚食過又知煙三文魚咩味？嗰種煙燻點講？嗱，由你煙燻煙鴨烹，唔係即係煙鴨烹即係煙燻鴨烹啦嚇，冇煙燻鴨烹呢回事，唔好意思。煙鴨烹個味，你食落去會好撚記得嘅嗰種煙燻味。但你將個味套落喺三文魚度咧，你食煙三文魚係唔會有嗰個味喎，你明唔明？所以食過嗰樣有先，你先可以知道我講嗰個味係咩味。我都唔知點樣講嘅，語無倫次。但我講嘅嘢講真就冇講錯嘅嚇，煙三文魚味。不過都係如果煙三文魚嚟計，呢塊魚肉就比較腍咗啲咯，因為煙三文魚應該實少少啩，同埋冇一種天然鹹味咯。我可能食嗰啲有加工過啦，唔知啊。跟住呢個叫乜撚嘢咧？死啦！咩汁燒牛肉定汁燒牛柳壽司啊？唔記得咗。cheap 嘢嚟嘅，兩塊。係，入口好有牛嘅酥味啊，但唔係話會頂唔撚順嗰種。同埋你會 feel 到種燒嗰種燶味咯，種炭燒味咯。入口又咁，即係如果首先話有入到口啊，我唔知道你入唔入到口，但我入到口，嚿嘢唔難食，牛肉就熟就算熟噶，即係唔會 expect 係嗰啲咩七成熟嗰啲冇啲咁嘅閪嘢。普通嘅燒牛肉壽司咯，對我嚟講就係。有少少汁醬味嘅，本身甜甜地嘅。但係可以話本牛肉嗰啲，你就會知係咩味，唔難食咯，只能夠講下。你好撚普通。咩好似叫蝦三味嘅？唔係屌你老味啊，蝦三味。就係、是、熟蝦、甜蝦同呢、這個乜嘢？刺身只蝦叫咩？好似唔係叫牡丹蝦喎，我讀下先。蝦，赤蝦啊 ，sorry， 識分啦係嘛？赤蝦、熟蝦、甜蝦，由段影片係下方向上咁數，你唔會搞撚錯啊，應該都。咁都搞撚錯，幫你唔批到。
係咁啊，食啦！我真係派得太撚耐，屌你嚿飯黐得好撚細，屌你老，係。唔該曬，唔該曬。哇！可能真係擺得太撚耐，好撚腥啊！同埋個蝦個腥味。我等時又飲先，使唔撚住？得到啲咁嘅觀眾真係好撚感動啊！咁撚好，但係做你條女又真係幸福啊！屌，做我條女又真係黑食啊！屌真係。但係所以而家咁大個都未有女朋友，你大家知點解啦？個人太撚閪，太撚撲街。所以從來都不會怨這個問題，沒有啊，沒有啊，例如你個人不夠勤力不夠勁，你怎麼發不能都達梗的，不是坐在這裡屌你老母真的中六合彩就發達，傻的屌你老母買六合彩你都自己走下去買，不要自己走下去，按你都要按，是吧，現在手機按吃飯先撲街，就是賴的啊！如果咪真係掟撚到，我真係想死佢。唉，有機會你自己試下個赤蝦，睇下好唔好食啊！我真係覺得好撚腥，我食落去，可能我真係擺得太撚耐，頂唔撚住。佢仲嚼緊啊！入口嗰個口撚難頂嚇、啊，即係總之我覺得唔算係好食先啦、啊。望嚟好似好撚乾身。毒蝦，毒蝦就普通啦，熟嘅蝦咯。你唔好 expect 話會有幾甜啊，甜有少少甜，但係就普通真係。諗下我就。哇、啊！屌我諗緊，屌拍完呢集之後，屌大頭啊！屌你個人，咁撚實耐段片，屌你咪煲都，你分幾次煲都煲撚爆你。甜蝦，但是普通普通蝦三味就真的真的正常，有成多啲咩特別好食，聽聞啦，我都係聽聞，我都唔知堅定硬，呢個壽司郎有茶碗蒸，就茶碗蒸嗰啲人話都係一個賣點嚟嘅，就特登叫我嚟食下嚟試，咁啊試下咩料啦。本身都不過下的，好吃啊，真的好吃，一來壽司郎我都推介吃鹹碗蒸，好吃，因為好像19元還是多少錢，值得吃，好吃，蛋有蛋味，蛋夠滑，即就算我現在不辣不亂都不散都不知道，佢上嚟嘅時候咧，面咧係唔會有啲豆皮婆嗰啲一粒粒嗰啲，冇起泡啊嗰啲啊，平滑完整嘅，有蘿蔔添，有冬菇食落冬菇添，
唔可以叫冬菇嘅，鮮菇啊，鮮冬菇。咩講？係多數實擺個菇落去嘅。哇！屌你咪正啊！重點就喺呢度啦。嗱，食開佢，你剝我個蛋咧，佢啲水嘅個湯嘅味咧，有種海鮮味，個鮮味有少少甜，但本身有鹹味嘅。即係如果你唔係要食得好撚重嘅，我覺得佢鹹味已經夠了。即係你見到唔會特登即係倒啲豉油落去就知。我覺得唔應該倒豉油，倒豉油落去嘥撚咗個味。佢味本身已經好撚夠。個蝦個味已經落撚咗個蛋度，又唔可以話佢整得非常好啦，但我覺得值得食，即係算好食。個蝦實嘅唔使諗。帶子都係熟嘅，熟曬嫩嘅，呢個冇撚嘢。哇！個雞肉添。雞腩配雞肉，佢好足料喺度。我食嗰塊雞皮添，我仲有塊嘢。呢塊咁撚嘢，食下先。我唔知叫乜撚嘢，嗰蟹柳 feel 咁嗰塊叫咩？嗰個啲咩獅子狗啊，嗰只叫乜撚嘢？歡迎留言啊！我食咩咩？因為俾人推，臨尾講埋一句添。整體嚟講，可接受，但你問我，唔會特登排隊食。有粒豆添。因為壽司郎假日真的很難排，這個價錢來說都對得住的，同時入到口的質素，不過最好選一些不服的。爭鮮都對得住爭鮮的價位，不過爭鮮我覺得是50分都沒有，不合格。這個我可以給60分，過了合格線多一點，基本上就這樣的 comment。 如果有什麼餐廳想介紹，或者有什麼想說，歡迎影片下方留言。今集的留言是這麼多，是飲先，拜拜。